欢迎乡亲收看一月四号的新中华新闻，我是林浩，你好。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为了提升学子的英语能力，加强竞争力，中华管政府甲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圣马可斯分校，伫咧去年签了双边合作计划备忘录了后，今年将有头一场实质的国际交流，由中华管理艺术高中、河北高中、成功高中、田中高中、立林高中等等五间学校，20位师生组队，伫咧1月25号前往美国，展开12天的学习旅程。今仔日，馆长王惠美亲自授旗甲传福，期待第一批去遐的学生都能有所成长。中华馆长王惠美今仔日授旗，和校外美国游学营第一团宣布正式启动双边实质交流。吴延毅同学是我们此次的副队长。为了培训学生的英语能力。中华管政府加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圣马可斯分校，在112年时阵签订双边合作计划备忘录，将由中华管理艺术高中、河北高中、成功高中、田中高中、立林高中等等五间完全中学20位师生组队，在1月25号前往美国，展开为期12天的学习。因为我们想要拓展我们的视野，然后让。去做一个文化交流，让对方知道我们的文化，也让我们知道可以对方的文化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互相的做交流去学习，因为学习是互相的，所以我们很期待这次可以去游学团去美国这个旅行。王馆长表示，希望会当借由提升管理高中的教学品质和能力，增加学生国际交流视野，提供中华青年学子更加多元的海外学习，带外国朋友认识中华人文风情，感受中华人的热情。我们在去年6月30号跟美国加州大学的圣马可斯分校。我们签署了双边的这个合作备忘录，那我们现在呢将展开第一场的国际教育的一个这个交流的活动哦。那我们呢县内的5所完中呢啊，在寒假期间有20位的师生在今年的元月25号会出发，那时间大概有为期12天的一个这个营队。那这一次呢，游学呢是为彰化孩子们量身来定做的一个规划的课程，它最主要是语文跟这个文化作为主流。那他们除了在美国可以学习英文，还安排他们参访市政府以及商会哈，那跟当地的高中生一起来交流共学。那也透过这个 homestay 呢，深入体验当地的生活以及文化，让学生充实自己，也进行国际志工服务的，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这边特别期勉我们的同学们，面对不同的语言跟文化的一个挑战，希望你们都能够化身为我们最佳的外交小尖兵哦，把彰化的好、台湾的好，我们介绍给国际友人，也透过我们这次的交流，能够扩大视野。增进自己的国际竞合力，来打造自己成为世界人才的一个目标。除了游学营第一团正式启动以外，五间管理高中的国际班加圣马可斯分校，也将在下学年开始线上授课合作。我们除了这一次的游学营，下学期开始，我们也开始有线上修课的一个这个部分哦。那县政府也补助了我们5所完中每个学校300万元，来充实他们的软硬体，建制国际班的教室，而且每班都还有一个外师来进驻。那当圣马可斯分校教师在美国那一端呢线上来授课的一个同时，我们的驻校外师在彰化这边的教室也会在现场跟他们协同，双管齐下来加强孩子们的一个学习。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来提升我们校内学校的一个教学品质跟一个量能，留住我们更多优秀的孩子们能够在地来就学。加州州立大学圣马可斯分校主办的校外游学营，是为中华学子特别规划，以语言甲文化为课程主题。除了学习英语，也特别安排参访市政府甲商会，甲当地美国高中学生交流共学。新中华新闻北边林中华。彩虹报道。